各位好，我是晚熊哥，晚熊哥来谈谈这个新更新啦。今天没有要特别讲什么，简单的来跟各位稍微聊聊关于这一次更新之后的技能和卡片限制的一个改变。那确实还蛮傻眼的。为什么会傻眼呢？主要是因为其实这些卡蛮多都是属于不用氪金就可以拿得到的卡。那对于氪金玩家，或对于无氪金玩家来讲，可能就会比较吃亏。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新限制的卡有哪一些呢？那大概6月26号会开始实施限制，那要玩的就趁现在吧。那以我最惊讶的是这一张肥大化，对，那肥大化竟然被变成限制为一张的卡。对，但是它限制的理由是因为它真的是会太拖游戏的速度。说真的，如果你遇到烧血流又被肥大化，真的会蛮火大的。但是其实肥大化的应用应该也不止烧血流，所以其实蛮可惜的，我觉得。那第二个限制变成两张的还蛮惊讶的，有我们的宝藏通道没什么影响啦，毕竟用的人不多。那强袭开下应该也是因为那个神墨剑士的才被封的。那主要我还是比较惊讶的是控制器竟然被限了，神卡控制器。那限制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容易造成这个一张卡就可以直接逆转。对对，那现在应该是大家也是人手一张控制器啦，就是很常造成我场上有强怪，那对方是我对方是强怪，然后我是弱怪，然后他就直接拉过来就直接打死他了。对，那神卡被变成两张，不知道各位的感想是什么。那圣杯我觉得还好，因为还是靠运气啦。对，他靠运气值应该还好。那恶魔侦察者是怕这个丢牌流，但是个人觉得我现在遇到的丢牌流也不多，然后还是被禁掉。那蔷薇叶子这两个就完全就是针对那个森罗了，所以森罗真的可以回，有一些应该就可以拿去回收了。那吉喜被限制为两张，我自己觉得好像影响没有到那么大，因为吉喜主要是靠女王女去检索啊，你要把对方两张吉喜都拆掉，那我觉得几率不高啊。王女放三张抽到的几率也蛮高的，所以我觉得影响没有到那么大。那电子小天使，哇塞，这个已经够了，天使已经被改的够多了，还要再禁。那我其实这一张我也蛮不爽的，脉冲炸弹也被禁了。虽然它在机械组真的是算神卡，让你直接弹好弹满，但是就是蛮不爽的。对，那神圣小子这一张，我觉得这张很讨厌。我被禁掉我蛮开心的，因为我本身也只有两张，因为你要拿到三张，你必须要氪金，因为它常常只要一抽牌抽到变身，马上就逆转了。对，好，那这个真红眼回来了，所以我看可能最近会不会大家就开始玩真红眼，因为灵魂回来了，变成说洞悉就可以放多三张了。对，好，那这个是这个限制卡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能的部分。技能的部分也改超级多的，各位有看到吗？改了几个技能，1,2,3,4,5,6,7,8,9,10,11,11个技能都改掉。那你说变好就算了，变烂就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因为本来游戏王就不是靠技能的一个，就如果你靠都是靠技能，那就是本末倒置啊。所以我觉得改应该也算 OK， 但是比如说很多牌可能会因此玩不起来。对，好，那龙族融合把它变成说，如果减少1800，你的牌就可以直接用通常抽牌来代替，你就不用再用那个像那个什么那个魔导杂货商人去绿了。那墓地封印这张本来就很少人用，就不讲了。神鹰的遗志也很少人用，那牧场军团也很少人用，就不特别讲了。对，只是变成1000点就可以用。那这个影响比较大是一决生死，以前一决生死
我猜会进是因为科学怪人的关系啦。他一决生死就是起手多一张手牌，那他现在变成说不能在第一回合发动魔法陷阱卡或怪兽的效果，也就是说你虽然多一张牌，你没法就你就没办法一直，譬如说假设你是那种革命牌，你就没办法一直炸对方，你也没办法用那个科学怪人的效果，所以他把它改成这样。那重新开始已经修过一次了，又再修一次。他就是说发动完重新开始的时候，你要展示你的手牌就算了，然后你还会跳过第一次抽牌，就是说你一定会少抽一张，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没什么人要用了。好了，牌组平衡又已经修过，又再修一次。我方起手牌会反映出我方牌组的平衡度，此技能不会发动，除非我方手牌中每个种族的卡片都至少六张。就是就跟之前差不多，我不知道他改大概是改哪边，可能高手再解答一下。那无所畏惧更新他改成怎样呢？我方生命值为4000点或更多时，生命值不会低于1，但仅限一次，此技能每次决斗只会发动一次。也就是说，无所畏惧就是你不会让你不会被秒，但是你生命值一定要高于4000才不会被秒。那这个我觉得他这样一改，应该这个实用性就不高了。对，好，捣蛋鬼初级，减少1800，召唤一只野生物，一次一回合只能用一次。那命抽也改掉了，减少2000点，抽牌任意一张卡来代替通常抽牌，而且智能每次只能使用一次，所以变成说只能用一次。那好卡成双也改成这个复制的牌也只能抽一次，所以这一次改的内容还蛮多的。那想跟各位讨论讨论，你觉得哪一个改掉最不合理？那哪一个改掉让你最爽？那欢迎底下留言啦。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重新开始跳过第一次抽牌有点不太合理，应该可以再换成更好的方法。那好卡成双，我觉得改掉最爽。对，这是技能的方面。对，因为好卡成双让你真的一直抽，真的是太夸张了。那限制卡的部分，我是觉得肥大化被禁有一点不太合理。那控制器把它限制，变成两张，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对，那各位就留下自己的想法喽。好，各位，那个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讲到这喽，各位再见。